杀谁？一个铸剑的，是个匠人。杀他一个，杀他一家。 为什么？他为了我的剑。你把宝剑，你出多少？5000。我要10000。 不杀我，可以。只是你不该看见我的脸，你藏的地方不好。 你把我的亲人都杀了，你把我也杀了。你看不见我的脸，我不杀你。 杀我，我就要一辈子跪下起誓，日子不存你。你说的对，可我不杀你。 是谁？
人的人也有名字呀。我没有力气了，你帮我拔出来。想到你是左手。哎，我是荆轲。哎哎哎，Mm-hmm.